作者安安啊，好啊，大家晚上好啊，作者安安，好久不见啊 ，Kindle 打死安安啊 ，Draft 安安哦 ，No Yes 安安啊，牛逼安安，晚上好，好久不见，安安啊，嗯，收个尾，收个尾，看一下 ，OK， 等一下，还有多久？40分钟，应该收个尾是没问题的。不是很想打这种哎，有没有什么好打一点点的、啊？好了，这个吧。这个的话，风熊吗？今天本来没有要开台的，今天想说回来还有点时间，那就先开个台吧。不然我们上礼拜应该有预告过，就是这个礼拜要出会有事，可能不会开台哦。我刘安安啊，居民安安啊 ，Cha Cha Japan 安安啊，啊 ，Kindas 恭喜你，恭喜 Divita 二十星哦。对，今天刚才去看了一只狗的展览。等一下哦，取消。刚才去看了一只看一个，刚才去看了一只狗，感受一下圣诞气氛。上面的话，想一下，上面怎么办？有点想尬掐哎，但尬掐好像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想一下哦，消除一个是不是？如果是一个的话，那水仙人好了。反炸啊，炸的不适合水仙人呢。我水仙人，看到这边。然后这只狗年纪很大，没错，这只狗70岁了，古董级的。想一下，然后再来带个。我真的很讨厌打这个火枪，想一下，我很讨厌打这种队伍、欸。我想一下哦、喔，防御的话嘛，还是来一个，我带火，下面没有火蛤嘛，慢慢磨呢。风哈格在哪里？不是风哈格，我的风这个，然后再加上水科科慢慢磨吧。水科科在哪里？我的水科科。OK， 然后再带一只补血角色，再带一只补一点的、哦。暗斗士哦，其实我对我的速度蛮没信心的啦，所以其实大家会注意到我很少去用这种速刷队伍，因为我自己对我的速度是比较没有信心的。我现在在想的是。这个换掉，然后我觉得要去坦光魔剑了，让看看可不可以让光魔剑被反死好了。暗狼人吧，然后再带一个补血角色。补血角色的话，不对，那个南瓜好像好一点，南瓜好一点点，因为南瓜可以去扛伤害，南瓜可以去扛风枪手，那我们就带水露露吧，这样吧。这样不知道打不打得完呢、欸？我觉得这个要打很久哎、欸。这上面那队我还不知道，还不一定打得赢呢、欸。暗熊二绝跟暗格二绝谁比较晕哦？我觉得暗格哎、欸，暗格只要防御比别人高，他就会晕了。我觉得这两个角色，暗熊我等下再看一次，暗熊我再确定一次哦。OK， 然后抓他，补血，然后等一下他就会去。来，不对，打点他吧，点他吧，反击，快烦死了，快烦，再一次，抓他，普攻，上个免疫，那个暗熊暗格，我等一下看一下，我不确定。抓抓，
然后来上免疫打死吗？哎，刚好会触发他的那个被动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抓，加个速度吧，加个速度，再来继续免疫，这个应该可以反死吧？这应该可以反死，反死光魔剑就蛮稳的了啦。进步，不要暴走，然后普攻就好，再普攻，抓抓下去。欸，怎么又？他的那个被动又好了，烦死了，烦死了，搞定，搞定，好了。下一个解决谁啊？下一个我觉得解决他吧。造型吗？造型的话，我觉得玄琴术士应该除了暗玄琴以外，打工会战应该比较少用吧。所以如果你想要买造型的话，我觉得阴阳术士吧。但是要看啊，有些人可能还是会选择全买啊。普攻，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。哎，怎么又暴走？哇，这个看起来要收掉。要收掉这个，要收掉我们的这个什么？这叫什么？风速型可能要，风速型要一段时间呢。来，我没有，我想要留一点。我说实在的，我想要留一点银弹，因为感觉我自己觉得，圣诞节应该会有一波大的。所以我想要留点银弹去给圣诞节哦，你们不觉得吗？你们不觉得圣诞节就应该出一波大的吗？我的那个南瓜，我南瓜是不是应该要去装那个啊？装破坏啊？我觉得我南瓜应该装破坏、欸。被睡到了。放个那我放个加速了，不要再睡到哦，出事了阿贝！要出事啊！那个，你给我蹲下去哦，你不准直接攻击哦。好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补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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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啊。扛得住吗？再加个速吧。扛得住吗？扛住了，扛住了，没事啊，没事，没事。哦，好好好，吓死我，差点要爆炸。对对对，我应该要装破坏，我这边应该要装破坏。我决定等一下我要先去打那个火枪手了，差一点出事哦。我要先来打火枪手了，抓抓！可以啊，但是使用上比较少一点吧。所以玄琴术士还是除了抓抓。普攻，找他，然后，打到平手了。我之前的南瓜是有装破坏的，但后来我换掉了。怎么又那个？抓抓，有晕，可以。这好，这个不知道打多久糟糕。三个免疫。然后抓 ，OK， 然后一技补血就好吧，这个一技补血就好，它是反击的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不用怕它反击哦，我只怕那个，我只怕风速琴的晕，我只怕风速琴的睡，我们不用怕它反击。风南瓜是被动技能，不会被破防。抓，普攻，可以抓死了吧？快了吧？快了吧？快了吧？用力，好，先抓出被动了。
没中。普攻就好，普攻就好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。下去，哎，擦一下。等一下哦，这里的话，让南瓜打吧，让南瓜打，因为南瓜打三下，南瓜打三下。哎，好，搞定。开自动，开自动，看什么都打完而已。这个今天应该没有中意吧？这场应该赢了，只是不知道打多久而已。这场重点是不知道打多久，这场应该是赢的啦。应该超越吧，应该超越。而且不是国外的那个 YouTuber 不是有说什么好像会有新角色吗？我记得我看到国外有一个 YouTuber 好像会说会有新角色，可以期待一下哦。所以如果有新角色的话，大家想一下，如果真的刚好在圣诞节出新角色，然后又刚好有圣诞节这个节日，他可能会什么更新礼包加圣诞节礼包一起上来，再加一个跨年礼包。我跟你们讲，资金要稍微准备一下，资金真的要稍微准备一下。我不会死，我不会死，我不会死，我不会死吧？我不会死，好，没事。这个我的风熊猫血量也是不低的哦。然后。这样子，直接我想一下哦，锤掉了，直接锤掉了。没有，我只是说，如果他要狠一点的话，他要最狠的，等一下哦，为什么被破防了、啊？反击，扛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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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事啊，不会输，不会输，不会输啦。今天吗？因为我本来今天没有开台，我本来，我上礼拜动够了没有？动够了没有 ？Hello，Hello， 我本来今天没有开台，是上礼拜我讲哦，今天可能会有事情，但后来想想这个时间上允许，我就还是开台了。变回来吧，出个挑衅，没挑到，反击，可以吧？赢了，赢了。他刚才不知道暴走几次、欸，哎，好，赢了、欸。等一下哦，刚才那暴走几次啊？你们有人注意到他暴走几次吗？刚才那只风暴动了又动，动了又动、欸，哎，不会中意啊，不会中意啊，只是。有一点危险，应该是不会有跨年礼包啦，但是圣诞节如果有新角色的话，我觉得年底这波会很硬欸。有巴哈的连结吗？没有，他是好像是国，我找一下那个影片哦、喔。那个叫谁啊？找他叫什么名字啊？看一下哦、喔。S 什么的，SI 是吗？算了，先看一下，我找一下哦。不是谁虚手，我想一下哦，找一下。啊，这个我不会拼的，我看一下。这个给你们看哦，我把那个影片放在聊天室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就是他说的，这16束卖了吧？他说的，所以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，可以参考一下资讯，对啊。好，那我们继续打，我们继续打，继续打，已经赢了，那接下来就可以更轻松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打得更轻松了。有没有好打一点的？已经赢了，我想要打好打一点的，像后面这里，这里是不是直接开喷啊？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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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火凤现在会消了，火凤现在会消了。这里的话，火鬼是不是可以直接收掉啊？这里火鬼跳下去是不是直接结束啊？
水海道在哪里？这里上面的话呢？上面的话呢？上面的话，嗯，试试看吧，试试看吧。反风雷地吗？风雷地也吗？哎、欸，怎么我怎么跑比较快？白痴哦、喔，那水球怎么那么慢啊？屁啦！那水球怎么那么慢？他有速度队长哎、欸，哎、欸、不是哎、欸，我最近都遇到这种，就是速度比我想象中慢很多的那种哎、欸，不是你们知道吗？重点是什么？他有速度队长，他有速度队长，我没有，所以于情于理，不管怎么样来讲，他都应该跑输，他都应该跑赢我啊！这总之他应该跑赢我吧？但是。暴走了，暴走了！哎、欸，你看，你看，傻眼呢、欸！下去。我最近已经遇到好多场这种对面我没有速度队长，然后我还跑赢别人的，这是我光德太快吗？没有吧，我的光德没有那么快吧？我的光德的速度有撑，但绝对不是说快到那种。会让别人跑赢我的那种哎、欸，刷刷下去，给我下去！哇，还暴走的，嘿，啊，下一场，这里应该喷完直接结束吧？啊，哭啊！最重要的光狗头没有破防到。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先砍他，先砍掉他一条命。最重要的公狗头没有破防道，哭啊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要闹哦！我警告你，不要闹哦！先送他下去啊！风极地又送他了，而且对面我发现对面的那个，哇，刷刷。他的火凤伤害没有很高，他的火凤有点偏坦。想一下，来，先刷掉，先刷掉，因为我怕那只光狗头等一下直接复活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还好，还好，我有扣招，还好，我有扣招。攻击条的话，我跑得赢吗？我跑不赢，先刷，先刷掉。没事没事哦，还好我一个智商取胜，怎么样？还好我一个智商，还好我觉还好我决定是光狗头复活已经好了，不然我就翻了，继续继续，下一场，嗯，我去，下面用喷的吧。下面用这样子，上面的话呢？上面的话，火的、风的，嗯。那个我的水双子可以用吗？看一下哦，这只 OK。我第二只吗？啊，我另外一只还没练好。风雷地呢？想一下哦，风雷地不适合，风雷地不适合。豹女呢？豹女好像也不太好哎、欸。火生不会吧？火生不会啊，火生是还是一技一。欸、他如果用一击会，一击会，有我知道，但我没有水炸弹。一击会，啊、没关系，我们已经赢了啦，没关系，我们已经赢了，不要那么计较，赢了就算了，赢了就算了，赢了我就不跟他计较了，没关系。我拼，我赌他会用三 G， 我赌他会用三 G。
你现在暴走有屁用？我赌，我没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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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。我赌那个水熊猫。不会，没事啊，没事啊，没事啊！哎呀，各位不用担心啦，各位不用担心啦，好不好？不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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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会三加一，不会三加一，不会三加一。当然，你以为我们赢了吗？没有，我们还没有赢哦，我们还没有赢哦，我们现在还是很危险的状态哦。先偷他的这个吧，还偷不到无敌，还偷不到无敌，哇，我还偷不到无敌。这样子。哎、欸，不喷我会死，对不对？还是我要偷看看？我想一下哦。风派没关系，右边有缓速，右边有缓速，再偷一次。对吼，他有生气。你们以为我输了吗？还没有，我还没有输哦，我还没有认输哦。我跟你讲，我还没有输，我还没有输。不要！我跟你讲，我还没有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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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暴击，暴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还没有输。等一下，各位，先不要吵我，让我冷静一下。我还没有输，我会赢，我会赢，相信我，我会赢。来，退，扛一下，扛一下，再来，没事没事，我可以赢的，我可以赢的，我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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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，我可以吧，我可以吧。叫叫叫叫！啊！碰碰五没事啊，赢了赢了赢了！虽然我们已经赢了，不用那么紧张才对。然后赢了赢了，差点出事，差点搞笑。没有了，哎、欸，我已经翻了一场，我已经翻了一场了，应该有综艺的成分也有了吧，综艺的成分也有达到了吧，我们还是有翻一场啊，只是没有翻的那么好笑而已。好了，我们等下就来打个 RTA，然后晚点还会有第二次的公会战哦，然后等下还有第二次的公会战，啊、哦。哎、欸，这最近天气都变冷了、欸，大家有没有觉得最近天气真的变冷了？应该说变凉啦。明天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去出去玩一下，出去稍微玩一下。啊，明天看状况，明天看状况。好了，那我们等下就来打个 RTA 吧。我们等下就打个 RTA 哦。今天没有代抽，应该是下个礼拜才会有代抽。下礼拜五会有一个代抽、哦。嗯，然后那个谁，那个 Jeff， 你要给我代抽对不对啊？刚才风派那组没有水熊猫，没有水熊猫，用水仙人吧，用水仙人吧。那个 Jeff， 那个如果你要代抽，我会建议你可能等一下，你可能等一下圣诞节的附近，因为搞不好会有新角色出来，所以你可以等一下。当然，你如果很急的给我抽，我也是没意见啊。如果你很急的。让我帮你复仇的话，也没有，水属性的吧，反正先挑水属性的嘛，或者是光人鱼，或者是光，我觉得光鬼吧，光鬼也可以。我看一下哦、喔，应该先挑水属性的嘛。那刚才那组如果用的话。不然水龙骑吧，虽然我觉得水龙骑可能就没有那么好了，水龙骑可能就不会就没有刚才那队那么厉害了。我觉得还是那个、欸，我觉得还是水仙人或水熊猫这种比较好一点点。
昨天打完疫苗，你是打什么啊？下年有合作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们目前都没有这些消息。对，所以就是还是希望，我觉得联名这种东西就也不用到太长了，但是偶尔一次确实还蛮期待的。我觉得 Come to Us 这个联名做的很棒的是，它让很多玩家就开始会期待，会开始期待有没有其他的这种联名，对吧、啊？像我们其实也蛮期待，就是最近就是其实前一阵子就会有那种。会有一些假消息，就是什么要跟什么七龙珠联名啊，要跟什么什么，哎，还出现过，还出现过什么九九嘛，对不对？就是出现那种各种各式各样的联名，那就是即便你知道那消息很假，你还是会开心或兴奋一下，就是代表说，这代表前一次的联名，前一次康多尔斯联名做得很成功。这一颗不要。好了，那我们就来打 TA 吧。明天次元王是什么时候？次元王是明天嘛？ 12 月4号。12月4号。莫德纳好像第二季会比较不舒服欸。我是打 AD 的，我 AD 是第一季不舒服， AD 第二季的时候就已经没什么 feel 了。AD 我记得我打第二季的时候干嘛？ AD 我打第二季的时候没什么 feel。就是无感，完全无感哦。上次你打不过，怎么可能 ？Jupiter， 那个我这里有一个观众，这个前几次不知道你还不是我忘记你有没有跟到了。有一个观众，因为我不想马那个，就是我答应他，就是因为不想马送上天堂，然后天台，然后我就答应说，那我就帮你打一下。他用那个极新进度的都打过了，绝对打得过，只是你可能要花一点时间。只要你有练什么，只要你有练。火蜥、火熊猫、火犬神、火鬼或火雷帝、火鬼或火雷帝，然后还有个什么火哈比，就是火哈勒普。你只要有练这五只，基本上就可以过啦。好啦，我们就直接打 RTA 喽。要预测吗？啊，预测一下好了，要预测一下好了，绝对可以过的，绝对可以过的。那个次元王，我真的觉得是 Come to Us 出的一个很棒的系统哦。来五场 RTA 会不会上分哦？因为次元王这个东西，就是它真的降低了很多符文的影响啊。最多的还是观念。那我们就预测个五场，我们就五场预测，我们就随便打一下 RTA 吧。应该差不多开到这个11:30左右吧，应该开到11:30左右。结果我今天去看那个史努比，然后就是他有那个大型扭蛋机，然后我就扭到一个那个粉红色的地垫，它重点它是粉红色的，我扭到这个东西耶，而且它还有点脏脏的。感觉我染到色，对不对？算了，大型扭蛋机不便宜，300块扭一次，就好玩嘛，就去了就玩一下这样子啊，还不好看，那个是蓝骨头，哎、欸，我们以后是这样直播的，不是？我们以后这样子啊。还是我们直播睡觉啊？还是我们就改睡觉台好了？我们就直接改睡觉台，我就在那边睡觉了。哎呦，在干嘛啦？哎，这个卡波占据了一点位置。哎呦，
我很需要的东西，干嘛啦？让我们好好的当睡觉台不好吗？好啦，开打啦！我们好好当睡觉台不好吗？来开答题啊！当然，如果有什么想要问问题的，就欢迎问哦，欢迎询问。你想要健检或什么，你可以问一下。但健如果真的要健检的话，我们可能就留晚一点的时间。嗯，胡拜森，近期我还想要把我的这个符文再去做一个大跟动哦。火仙人，火海王，木火。我们觉得，想一下哦，这样好像可以耶，不要这样子，临时改变主意，这样子好了。我想说我如果再出一只火蜥的话，属性好像。好像有点太偏火了，不要出那么多火属性的，不然他最后一直在压一只水的水龙骑之类的，我会不好打哦。他出这个、哦，我想一下，他出这一只，编他吧，就编他了。上次次元王用水队，上次次元王用水队也 OK 吧？再带车后水爹吗？水爹两。看你，等一下、喔，水爹两种用法、欸。水爹一种的玩法是去打 TA， 你就直接纯撑伤害就好了。欸？他已经用，是不是稳了？反击。拜森反一下，反击有了，来了来了，没反到。哎、欸，这个反击有点可惜，但是 ，but demo， 吸空调，然后。哇，还暴走、哦！好了，哎、欸，然后退他条，打他！我突然觉得好像要稳了哦。一二三，打他！满弓条，然后点它，再点一次，还没点到。这个扣着给那个水仙人哦，扣着给水仙人挑衅。好啦，先收风化箔吧，先收风化箔。火蜥光德嘛，没有我如果刚才出火蜥的话，我觉得最后一个位置很尴尬。我如果刚才再出火蜥的话，我觉得最后一个位置会。就是整体的属性上会太火，好、啊，那呀，等一下啊、哦，各位等一下。不是啊，那个刚刚啊，如果我刚才那一场，如果我是压那个光德火蜥的话，那我觉得他最后一个位置有可能会压什么水海王啦，或者是水龙骑这种角色，他
可能会压水皇后或水皇其中角色，那我觉得比较难处理一点。红衣吗？我尽量吧，我们尽量打看看。我觉得现在还不行，如果我之后改一波符文之后有机会。然后我觉得我们也要开始来纯卷轴了，我们今天开始再来纯再来纯卷轴。我们存到圣诞节再来大爆抽一波。水熊猫吗？这样子，水流就直接奔吧。虽然我刚才最后结果也是奔他后面的、啊，这个，他已经出火化了，那我也不用藏了嘛，对不对？我想一下哦。这样吧，他已经出火奥了，我其实可以直接压光德，因为反正他也他已经压掉我很讨厌的角色了，所以我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藏的了。火奥吧，我一定是奔火奥，因为火奥是我阵容当中我的阵容我最讨厌遇到的角色。我之后应该会去改一下我风化博的符文，因为我的风化博。用四号爆伤打起来没有我心目中所想象的来的那么痛，命中还抵抗啊！好啊，这个体力队长吧，然后命中还是体力队长，体力队长好了。这把火蜥还不错，还不错，但是要看是谁的。最近会用水德吗？有机会会用，我水德符文有装好，有机会会用。水德现在很强。水德现在真的很强，有机会我会用。哦，这个插队赚，这个插哦，这个插队超赚，这个插队超赚。他直接拼哦，这也太拼了吧！冷却。哦，火蜥完全没有那个，哇！哎、欸，那火蜥是摆抗的，是不是？那个火蜥真的有摆抗的 feel 了。那个火蜥真的有摆抗的 feel。他跟我的火蜥不太一样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暴走了，对面暴走了，对面暴走了，我可以暴走吗？我没有暴走，我没有暴走，那要出事了、欸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哎、欸。好，多运一下赚，多运一下，多运一下就赚了，多运一下就赚了。转转转，火亮你也不敢动，哇，这个晕，屁啦，都那么准的，他还想要变吧？好，想一下哦。等他，然后三，哎，挑个有挑到，右边差一点点下去，然后想一下。这样吧，他正义是不是好了？他哎、欸，正义还没好吗？正义还没好的话，打两波了。他要戳谁啊？应该是疯爹吧？他应该他戳疯爹吧？他戳疯爹。哎、欸，赚扛多扛一下好赚，多扛一下赚。火败是暴走啊！我的火败是暴走。哦哦哦哦！下去，下去，好，好了，这个会插队，水先锋插队，哎、欸，他打他，他打的，这种拼哦，水德不是爆伤型的，看看符文可不可以动吧。我目前不是爆伤型的，但我会希望可以配成爆伤型的。
就是符文不，我符文不够啊，因为我其实我平均给了很多角色，我的符文不太够，我的符文不太够。如果够的话，我一定会给爆伤。我最早是给到爆，我最早的水德是爆伤型的，可是因为后来把符文集中在其他角色身上，所以就不是爆伤型的了，就没有那么强了。我很久以前有给水德一套还算不错的，就是百抗高防，血量大概18000左右，然后是爆伤型的。可是后来用，但是我后来就很少用，所以我就没有在那个了。我的活化生长这样子啊，那个暴走的，没有，我觉得很普通，没有特别厉害。Okay, 那我之后会去换，我之后应该会去换那个风化博的符文哦。看看我们今天可不可以打到1800。我外甥应该大多都还是暴走符文，大多都还是暴走意志。怎么又长这样子啊？长这样子的我就想要打速队。风魔阵不怕。他下一个，他这一只不压 ，OK， 这个的话，他没有压风龙骑，也没有压这个火傲，所以我在想，我要不要风暴女加上光德，好像可以耶。我想要这样压，因为他没有出我最害怕的两只角色。我最讨厌的关键角色是谁？哎、欸，我直接打了。他没有压那个火傲。他没有压这个水化博，他也没有压风龙骑，所以我的风暴女才会出来。我的风暴女的出场时间点就在这几只都没有出现的时候，最后一个 pick 才会去选。是反击的，哇，没事没事，那个水熊猫就给你吧，水熊猫就给你了啦，水熊猫给你跳，没事还好。那这里的话，三技吧，顺便上个环抓抓，然后想一下哦，这里要用三技吗？二技吗？这里不要用二技，这里我们扣一下，哎、欸，然后来吸个空调，可以，我这里有扣一下技能，因为水仙人他等下如果对。他刚才没有冷却到，所以我要把这个技能留给他。转，看一下哦。攻击条来讲，我要去退他，我要退他。哎、欸，退到，可以。哎呀，他动了，没关系，还没有输哦。好像快输了，啊！他暴走了，这个输了，没有晕。啊！速控队那次风魔阵，我就没打错哎，是没有冷到那个水，没有冷到水仙人有点可惜，那个风化博三击打下去。我本来是希望冷到水仙人的，那个风魔阵，反正他的那个三技能是一定会那个吗？他的四技是一定可以用吗？这个火沙漠，想一下，这样吧。然后呢，你看对面怎么选？对面没办法走纯坦队，我就会打坦队了。水龙、水奥、水龙加水奥双控，我觉得这边可以来一个
风马怎么样？风马，然后再来一个光澳吧。那两回合免疫很好用哦。原来我可以墙角、哦。他压光德必奔火澳，我们要先知道他会奔谁，他必奔火澳。必奔火澳的情况下，我奔掉水龙。我压到水龙。这样我有双免疫，不一定会吃亏。我们对于光德这角色是十分的理解。再来，他要开三季吗？没有，抵抗，百抗，百抗光耀做事了，各位，百抗光耀做事。这里的话呢，加减打吧，加减打。好、啊，怎样？我的光耀。可以的啦，你看我的光耀可以的啦，二技吧，二技吧。想一下、哦，这里的话，先上个盾，没有晕，可惜。又抵抗，呵呵，要三技吗？三技了，不管了。有晕到，有晕到，可以啊。欸，要拼一下，我们拼一下啦，我们拼一下啦，我们拼一下啦，好不好？拼掉了吗？谁谁谁？赌就对了，想那么多干嘛？赌就对了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打 TL 不要想那么多，赌就对了。你赌赢就会很开心，你赌输就会很难过。啊，你赌输吧，你赌赢会很开心，但你赌输，你知道你是用赌的，所以就不会到太难过。哎、欸，等一下、啊，还有一场，还有一场，还有一场。哎、欸，我们的这个，我们的蓝蓝帮，我们蓝蓝帮好像猜对了、欸，蓝蓝帮好像猜对了，不知道怎么那么多人在猜中意啊？你们是觉得我会再往下掉分是不是？我跟你讲啊，我这几天都有在打 RTA 的。我都有在打 RTA 的，我跟你们讲，水仙人再来，你再压一个水熊猫，我就直接打速队喽。风马、哦，风马，我想一下，风马可以打坦队吗？这样吧，试试看，反正这场就算输了，应该也赢了，不会被说操盘。这场就算输了，粉红帮也是，哎、欸，那个蓝蓝帮也是赢了，所以应该是不会被说操盘哦。按哦，那就必定是谁知啊？然后就属性上来讲的话呢，我们想一下，光德吧。然后没有意外，我应该会奔水熊猫，看最后一只吧。水熊猫会暗奥，暗奥吧，暗奥吧，看看看对面最后一只选谁？水神秘哦，哎呀，水神秘应该是会奔掉我们的水化博，奔水化博的话要奔暗奥。不是啊，你们是固定话都不讲，固定就是十分钟换一次浮力挺身，是不是？等我一下，你们很棒哎、欸！嗯，优秀，你们很优秀呢。来，如果我有挑到就太赚了、哦，哇哇！
好赚啊，太赚了吧！哇，这太赚了吧！怎么样？你要不要用三 G 啊？他现在不敢用三 G， 你们知道吗？他现在不敢用三 G， 因为他用三 G， 对，他现在不敢用三 G。哇，我这开场太赚了吧！但是还没有那个，因为还有那个，还有那个水神秘哦，我们还有水神秘。有，他在思考，他现在思考，放了，放了，放了。他要跳吗？跳了。这里的话，哎，这样子，水神秘要拼吗？水神秘要点掉还是点掉嘞？点掉的话，等一下哦。点掉的话，我反而可以吗？火瑞。火瑞，火瑞做事，火瑞做事，火瑞，火瑞暴走，火瑞暴走。没事，再赌一下，再赌一下。火瑞做事，好好，没有，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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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。不会冷吗？不会啊，不会，不会。1712上分还是下分？我看一下，上分，上分。冷的话没关系啊，冷的话我们这个观众会让我们做这个福利顶升哦。来，我们再来预测五把，1712上分下分。哎，我们再来预测五把、哦，冷的话就做点运动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厌世你说的对，我复盘一下，我复盘一下，我觉得好像真的先压低水熊猫比较好一点。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开局其实我很忧，等一下哦。到这里就不用看了，等一下、喔，刚才前面那里，等一下再试再试。这里我应该火杀戮者，应该先用二技。我不应该先用三 G， 这里我应该先用二 G， 然后我去打那个水神秘才对。这里应该用先用二 G 去打水神秘。这里我也做不好，这个活白生这里我也做不好。我们下次应该先用二技能。太懒了吧？对，然后跳水熊猫或许跳水熊猫也很好，跳水熊猫应该也是一个选择。因为反正他封，因为不是对，因为反正他的封马有我的火瑞在，他封马也不敢随便变身，所以我应该是压水熊猫没有错。对，这个我们对于这个阵容的理解还不够好，下次会注意哦，我们下次会注意。好啦，继续。然后我们今天看看可不可以玩到红须哦？这是什么、啊？光荣哦！光荣这种基数的角色，我猜后面他会压风龙骑。我猜是风龙骑，会不会有风龙骑跟那个、啊、跟光沙弹啊？大掐一下吧，先这样子，应该是一波流了吧？好像还好哎、欸，
他选了这两只，赌他不会压火奥，对，他果然不会压火奥。那在不压火奥的情况下呢？这样子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火蜥，这个火蜥。灵魂之选啊！我跟各位讲，这个火蜥，这个火蜥非常的关键啊。后面它有风暴女，应该是暴力型的，应该是暴力型的。哦，没有上到破防，哎，哦，痛了，痛了，痛了，要出事了，掰了，我要不见了，对，不见了。那个后面没有消到，后面没有消到，很可惜，不见了。这暴力，这绝对是暴力型的。只要你看到风暴女加火的，好快啊，这样结束诶。风暴女加火的这两个角色，就是摆了明要来接破防的，所以绝对是暴力型的，想都不用想。退条退不好，退条退不好。如果他后面两个压什么其他的什么，风爹啦，或者是什么风沙漠啊等等，反正只要是其他的控场角色都不一定是暴力型的。但你看到火德加上风暴女这两个破防角色，一定是暴力型哦。星光德，他压的，目前想奔水化博，目前想奔水化博，再看看，再看下一只，水熊猫，文化部。基本上玩光荣的应该都是暴力型的啦，很少是那个，很少是高，就是纯高速而已。打两波喽！哇，又被晕到哎、欸！哇塞！那个封魔阵我有点害怕，那个封魔阵我有点害怕，所以这个插队好。退条，挑衅，挑衅，没有。退条，没退条，退条，哎，没退到。好，那个封魔阵那个四技能很烦，碎收掉，再晕一个，因为我的风化博要有千山万水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千山万水下去就结束了。他的封奥甚至还没有动过欸，他的封奥还不知道怎么动欸。来啦！哎，话说明天会有，是明天吧？明天还后天会有那个假日，反正就假日会有我们这个 Come to Us 的这个点将录的活动哦，就是会有这些名将出来，就是上节目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哦。大家明天也可以锁定一下官方的频道，大家明天可以锁定一下官方的频道，水拳王。火白生。
不过我明天，哎，那哦，啊怎么，哎，我怎么都可以被墙角啊？我想一下哦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这里。咖啡安安啊，老大拿咖啡啦。我这个封枪手应该是不错的。再来呢？看他最后一个 pick。我刚才故意先不选光德，因为考虑到对面有火药，对面选火药的可能性。火神秘哦。现在要功德了吗？还是火奥？光德，火奥，光德。那如果我出光德的话，就变火神秘吧，好不好？还是火海王？火神秘，火神秘。那对面开场的状态就很重要了。如果那个水拳王哦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常遇到那个，我很常遇到水拳王踢我的风枪手，然后三下都命中的可能性。好，这次没有了哈，没了哈，直接这样，直接先狙掉你一条命。没关系，无视。跟你讲，风枪手无视。来，先狙掉谁呢？我们这里先狙掉娜娜吗？还是先狙掉光奥娜娜都可以，都一样。擦一下，擦一下。你看，他吓到了。再来，再蹲下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哦。我这个风枪手可是一个灵魂 pick 啊！扛一下吧，扛一下吧，扛一下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先把他送下去，然后呢，再来。我跟你讲，他也不敢用我技能。他也不敢用二技能。好了，不用，这场不用出火啊，这场不用出火啊。你只能拼啊，啊，你拼了没成功，那就是下去啊，对不对？先送光奥下去，然后可以挑到吗？哎、欸，还挑到哎、欸，好赚哦！挑到超赚的，那这边我直接送他下去好了，我这边直接送他下去了，然后再送他下去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们这个风枪手，我们这风枪手不错吧？我们这风枪手压得漂亮吧？火奥这场不一定要压，这场不一定要压到火奥，压火奥的话，我就会放火神秘出来了。水仙人，娜娜，好烦哦！是这种的话，来，反正你抢我角，我就速刷，除非你可以抢我光德，但金三到红一应该是没有那么多人可以说抢光德就抢光德，所以我不怕哦，而且。他这样哦，他要尬掐哦，他要尬掐哎、欸，想一下，想一下，我们想什么？他要尬掐哎、欸，他要尬掐耶、欸，
他要尬掐欸。怎么他怎么打到一半突然尬掐啊？我有点突然问号一下欸。讲一下哦。这样吧，毕竟我们有免疫的话，火马应该还是可以扛。身为相安啊，哎，靠！没关系，抓到了吼！晕吧，我拼这个，再偷啊！再不装免疫啊，你就再不装免疫啊，抓到了齁，你就不要装免疫啊，没关系。你娜娜能干嘛？你现在娜娜能干嘛？你只能拼绝望啊，对不对？我再退你一个条。哦，我再上你一个毒，对不对？那我还要退吗？我这边就先不退了。好、哦，再来，我们再一次哦，我们再一次哦。这个地方来一个群体未命中了，一样，你的娜娜还有一回合的这个进状态。哦，你还敢？来，我们退个条，等一下我又可以再动一轮了。复活了，我们再退一次，再退一次条，哦，再晕一次，再进技能一次，我看你什么时候可以用技能，我就看你什么时候可以用技能，哦，晕蛮多的，哇，没事，吓我一跳，没事，我们等一下先让光德送那个什么，我们先让光德送右边那两只下去哦，这样子。好，他要拼了，反击有反击没有？啊，多一颗灵魂石。哎、欸，但是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好像不用管，我好像不用管，对不对？因为，对，因为他会被毒死。再一次，可以反击一下吗？反击一下，光德该反击了。光德反击，有结束。哎、欸，不要抱走哭啊！哎、欸，最好是这样子啊。出事阿贝，我想一下哦，先收他吧。等一下，各位，退条。好像要出事哎、欸，好像要出事哎、欸。不要怕。来，我们还不一定会输，没有，我们其实操作也没有错啦，就是他刚好暴走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操作其实也还可以，跟你讲，我们也不一定会输哦。好，晕了就输了，没晕还不一定会输。来，最后一场，赢了就上去，输了就下来。哭啊好，但是刚才中间真的打得有点随便的啦，那个火马有点尴尬，台主也很自信，当然我们一定要自信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做人就是要自信，好不好？要对自己有信心，我跟你讲，这场必胜，不要怕各位，这场必胜。我要水化箔在哪里？这样子，水熊猫再来，下一个谁？不会啦，我跟你讲，火瑞哦、喔，为什么？他最后要抢风马是不是？我也看现在他最后会选个风马。
他压了火瑞的话，看一下哦。他如果最后选风马的话，光二吧，让我的水化伯在中场还可以有点贡献。虽然我刚才本来想要选他，刚才本来想要选安白森。看最后一只吧，对面如果最后一只选风马是不意外。这个角色都能抢哦，这个角色也能选哦。哎，没想到哎，哎，我突然希望他赢，因为我想要看他怎么玩呢。我说实在的，我希望他赢，因为他如果赢的话，代表他有想过套路，我就可以来借鉴一下了。我反而现在是希望他赢的，我希望他的那只暗拜胜是真的有东西。我们看一下，二技嘛，然后来。先普攻，他是不是他的那个他的火瑞奇是不是差不多要插队了？对，差不多要插队了。反击，哎、欸，暴走，这样暴走，啊，怎么对面都是一个关键暴走、欸，哎，好讨厌哦。晕他吧。挑他，我们互挑，我们互挑，我们互挑，晕个，没晕到。二技，抓抓，哎、欸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晕个，那算记他一回合吧，再来，这个就是暗拜生尴尬比较尴尬的地方啊，他有可能直接被晕到底哦。我、哦、痛痛痛痛痛！有没有反击？没有反击。来，先下去吧。OK，毒死他，可以，可以。还没有赢，我们还没有赢。我们还没有赢，甚至我们现在输的机会比较高一点。输赢的机会变高了，这场必胜了。没有，先不要，还好我刚才没有讲。Sky 5i5i0，如果刚刚我讲必胜，我们就输了，我应该就输了。好，那个，我们上分，恭喜蓝蓝帮哦，恭喜蓝蓝帮，我们上分。我们还上分，差一点，哎、欸，这什么4%啦？哎、欸，你们这群4%仔，你说4%仔说我上，说就4%人说我上分呢、欸？你们剩下的怎样？是4%没错吧？哎、欸，96%说我不会上分呢、欸？你们是对我多没信心呐、啊？上分啦，各位，对吧？1712上分，我刚才要是早一点说必胜，我应该就翻了吧？哎 欸，工会战是不是开始了？工会战开始哎、欸。我们看一下，
哎、欸，还在红衣哦。啊，不然我们来预测一个，我们来预测，啊，就一个人是不是？我没有注意。那我们来预测别的吧，我们来预测别的。工会战能不能？我想一下哦，六胜太多了，四胜以上。能不能？能不能五胜或六胜好了？五胜或六胜。我们来一个一样两分钟，自信点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波波怎么突然在？好好，那我们预测全胜，我们预测全胜。等一下哦，好，既然波波都开口了，我退盘。我们预测全胜，我退盘。来，那个工会战能不能全胜？没问题，没问题，不会，不会，不会被暴走搞死。我跟你讲。波波在看，我们不能，我们不能太随便。那个前几天那种莫名其妙翻车的哦，那刚好波波不在，所以他没看到。现在波波在了，我们要认真打。我们现在有监督在，不会不这样。我们现在有监督在，我们要认真打。我先让我看一下我要怎么打哦，先让我看一下哦。好、啊，要这么硬哦、喔？没好，没关系啊，来啊，没关系啊，来啊！加三的你们挑一个，加二的挑一个，加一的挑一个，好不好？来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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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！我们先挑加三的，你们要一还二？你们要一还二？这是一，这是一，好不好？这是一，要一的打加一。好、哦，这第一队，要二的打二，要打加二，这是第二队，你们挑，你们挑，一还二，来，你们挑，不怕，好、哦，这是二，这是一，你们有会怕是不是？不怕啦，来啦，波波都开口了，对不对？看起来二的多一点点，对不对？看起来二的多一点点的，是不是？哼，我觉得跑不赢呢。找一下哦，有什么办法可以找到我？私讯我就可以啦，退群私讯我也可以啊，或者是 Discord 私讯我也可以啊。退群或 Discord 吧，应该是退群或 Discord 找我比较快吧。我的 Facebook 很少用哦，你密的我也不一定会看到。
我现在连上，大家退去私讯就可以了。不行啊，我镜像队超烂的，镜像超烂的、欸。你要看镜像哦，我镜像很烂呢、欸，不要吧。镜像会搞笑哎、欸，你要镜像吗？好啊，来玩一下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镜像你们是不是你们是只你们等一下啊？你们那群下粉红帮的，你们下粉红帮的想要叫我镜像，不要不要不要。如果是蓝蓝帮叫我镜像就算了，蓝蓝帮叫我镜像就算了。我不能听信粉红帮的谗言。我想一下，不再对。我实在对我的速度实在是没什么信心，但我总觉得我想要尬一下掐、啊。好慢哦。这没关系，然后来尬掐尬掐，火忍、火皮、火打手、火皮哟、哦，火皮好像可以耶。火皮好像可以、欸，等一下哦，我的火皮在哪里？我的火皮，我的火皮，嗯，火皮呢？感觉火皮在附近，哎，火皮应该在附近吧？在这边吗？哎、欸，火皮应该在这里啊！哎、欸，等一下啊、哦！啊、哦，火皮在包包，火皮在包包。嗯，随便丢吧，先随便丢一下。然后刚才那套。火皮，好，然后再来，活人、火皮、火打手，就用火鬼吧，就用火鬼吧。下面会很危险吗？真的吗？我是不是不能问波波那怎么打比较好啊？可是我那队其实我那队平常都这样打哎、欸。我的那队平常都这样打哎、欸。嗯，这是有失禁的吗？火皮、火打手，不是这个。没有意志是不是有点危险？没有意志有点危险。这样子吧，然后下面的话。我下面还都这样打哎、欸，我想一下，好啦，不管了，上了，应该还可以啊，因为我下面那队打，我自己打起来胜率还不低啊。下来，嘿，赢了，赢了，
是不是赢啊？是不是赢啊？哎、欸，损失一只，但是应该赢了。还晕？你还晕？你还晕？你晕够没有？可是损失一只虎皮耶，那代表下一队就不能这样打了。没事，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嗯，这样子吧。好了，赢了，可以看火冷服务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当然没有问题，赢了当然可以给你们看。再来第二队，再来第二队，来，这是来再看哦，这是一加二的，这是一，这是一哦，这是二，这是二，这是三，这是三。一二三，来，你们要一还二还三？你们要一还二还三？这是一，这是二，我会认真打的。这是三，波波在看，我要很认真的打、哦。火冷，哎、欸，这只火冷是不是比较烂的、啊？这火冷比较烂的、欸，我好像带错火冷呢、欸。我不知道抢的是不是在这里啊？我记得我有比较强一点点的、啊，还是符文被我拔了。嗯，好吧，那个符文被我拔了。华美是光魔弓吧？我没有练光魔弓哎、欸。华美是他吗？嗯，还是你说的是等一下、喔？在哪里啊？有一只比较稀有的，这个吗？我没有光魔弓哎、欸，我没有这只哎、欸，这只很久以前，我记得是杂志送的吧，好像是杂志送的。那时候我对这游戏没有到那么的狂热，就是还刚接触而已，所以我并没有去收集到这只角色。你们要哪？你们一二三来一。二、三，看起来二的比较多哎、欸，看起来二的比较多。我们想一下哦。下面是不是尬下比较好、啊、你没有在看哦、喔，不行啊！但是已经那个了，但是我们已经把那个全胜弄下去了，所以我应该现在要好好的那个好好的打，不能辜负下获胜的观众们。嗯。这两颗用一下，然后，是这只吗？对，是这只，风爹，然后
这样子，再来，没有负面状况，火霍尔二绝三季会丢几颗？两颗吧，好像是两颗还是三颗？两颗还是三颗吧？下面的话呢？下面有火犬神，所以疯狗头其实有点不太好。火属性的，火属性的，想一下，看你的用途了。像那个在 RTA， 如果你要拿双硬爆意志来做一个后手插队的话，那你血量大概就是白字加绿字15000到18000左右。我要小心的是那只光魔剑吗？所以其实我的重点是扛光魔剑。与自己回合攻击时吸收 15% 攻击条。如果消到他，如果他消到我，我会插队。如果他没消到我，那我有意志，不用担心封号，对不对？合理吧？因为我速度应该尬不赢吧？我每次这样讲，然后我速度都不小心尬赢。我应该不会下面这边，然后还最后结果还跑得比他快吧？我应该不会下面这队，然后反而光德还是跑得比光魔剑快吧？应该不会吧？应该不会吧？应该不会吧？哎、欸，啊，先退。扛一下，扛一下，来，延长负面状态，然后退空调，再来一次，隧道吗？可以隧道吗？没有，冷却。有没有？就是这个，就是我刚才，这个就是我刚刚换那个什么，这样子。这个就是我刚刚去换到那个什么，去换到那个意志开场的重点。好了，哎呦，痛痛痛痛痛，但应该还可以吧，有冷却应该还可以吧。应该可以毒死吧，应该可以毒死吧，这样子，然后来毒再加一回合，等一下哦，这里这样子，然后再加一回合毒，好，赢了。果然他先动了，所以，哎、欸，啊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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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吓死我，吓死我，好好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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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各位，没事，不要怕。吓死我，吓死我，哦，吓死我，
好了，没事，各位，妥的，妥的，妥的。我们说要认真就要认真，我们不能对不起任何人。来，最后，好，最后，这是第一队，这是第一队，这是第二队，这是第三队。来，一二三，好啦，四五也一起，这是第四队，这是第五队，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，让你们选。一，哎呦，没演到，这是第一队，第二队，第三队，第四队，第五队，想好你的选择了吗？我们有五队，一二三四五。来，各位，让我们选。我们目前还是全胜哦，各位，好好多传说、哦。这一颗没用，没用吧？冲一下好了，搞不好可以当闪符用。哎、欸，怎么没人？哎、欸，你们没人要讲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我要打什么队伍哎、欸，还是你们没看到？好，跳这个就不要了。但他没有速度哎、欸。他没有速度，不是你们可以回应一下吗？这个你们好跳命中我也不要。大家想要看我打哪一队？一二三四五，这是第一队哦，这是第一队，这是第一队，然后再来这是第二队，不会终于完美，这是第二队，这个是第三队，好、哦，那我们加码，这个第四队。这个第五队，你们想要看我打哪一队？我们还有最后一场，我们还有最后一场。大家来讲，好，我先把符文换一下。那个火药已经倒了，所以用不到它了。我把这个、保护换回来哦。三五，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一、二、三。四、五、五队，你要看哪一队？现在三四五，三，这是第三队，这是第四队，这是第五队。我去上个厕所。你们选好了吗？看起来五比较多，好，那我们就打第五队。这是第五队，来，水球是不是？唉。想想看，我们想一下，水球，我要跑赢他，跑赢就赢了啦。说实在的，只是我要怎么跑赢而已。然后上面的话又要怎么打？上面的话，我想要水熊猫开喷呢、欸。
不是他，不是他，不是这只。水熊猫，水熊猫，然后再加一个。水仙人如何？水仙人，然后再一个光耀吗？不要用光耀吧，要可以直接拼掉血量的。按希尔菲德怎么样？按希尔菲德怎么样？我们想一下，应该可以。不行，那个火雷风瓦现在不行了，因为火凤现在的二技能会消，风瓦被消到无敌就会喷就会白，风瓦被消到无敌就会白。以前火雷风瓦可以，现在不行了。现在火雷风瓦这组不行了，它是这个二技能是有机会让风瓦翻掉的。然后再来下面。他消到这样可以反打，带他，然后再一个风属性痛一点的吧。看一下啊，对面没有补血能力吗？还是风魔阵啊？不要，风魔阵好像不太好。嗯，好，希望可以直接拼一波，但应该是不行。要不然这样好了啦，好不好？稍微有点拼。下面哦，下面除了跑赢以外，下面除了跑赢，是不是没有更好的选择啦？既然我要跑赢，等一下不对啊！啊，我要跑赢，我就用风海王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我要跑赢，我就用风海王啊。欸，我刚才第一队用什么？我刚才第一队是水熊猫，然后安息，对不对？嗯，安息水仙人，其实也不用水仙人呢，水力是不是更好啊？水力是不是更好啊？对不对？在整个属性上面，我们是不是更优势？啊，水仙人好了，水仙人，水雷帝好了，水雷帝。然后再来下面的话，我们刚才要跑，我们要跑赢嘛，所以我们是这个，然后风海王，这样可以吧？风神秘，风琴哦，风神秘，这样速度最好要谁啊？风神秘风琴好像也可以，但是这样速队长要放谁？好像不，这样吧，因为我觉得要速队长啊，要速队长啊。嗯，可以拼掉吗？这样子，然后这里先二技吧。换血，再来，嗯，跳跳吗？好像不要跳，不要跳，不要跳，偷一下，对，这样，这时候再来，看一下哦，我等下，不要跳，不要跳，先不要跳，还好我没跳。来，继续换血，打死吧，可以。水雷队长，对，水雷可以放队长，太习惯了。对，水雷可以放队长，蛮下蛮下。你没讲我都忘记了，水雷地可以放队长。
一二三，补血。诶，好，然后水滴姿势又要起来了。先下去吧。开盾。为什么队长不用水雷地哦？我跟你讲，我这个是经过精密的计算。好啦，我忘记了啦。算了，我不要找借口好了，我不要找借口，我不要找借口，我忘记了。怎么突然那么多人？我就忘记了没。下去啦，好啦，重点是我们最后一场哦。我说沉默就好啊。看攻击条，我沉默就好吧？是对不对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里先收它吧。要退条吗？退一下吧，反正现在不退，打也没什么机会使用。然后炸下去。各位蓝蓝帮的伙伴们，我帮你们守住了，我帮你们守住了这个最会翻车的、最会搞笑的这个台主这边，帮各位争取到了一个全胜了。好啊，本来就应该全胜啊，真的是啊，赢了啊，赢了，尬下就好了。风海王没有理由跑不过吧，对不对？好啦，全胜，全胜，让各位让这个让粉红帮的失望了。就你一个，我其实没有注意到，我其实没有注意，我是只看那个百分比而已。那你是对我多没信心呐、啊？不，我们波波都说可以了，对不对？波波都说我可以全胜了，对，波波都说我可以全胜了，我当然就要拿全胜啊！不能辜负大，不能辜负这个我们伟大的领导大人，波波波领导。哎，不对啊！话说波波不是上来台北了吗？为什么可以打楼啊？波波不是上来台北，你是带笔电上来，然后就是你是带笔电哦，你后天呢、哦？我以为你今天就上来了，我以为你今天就上来了。好好，礼拜天我回台北应该也通常都11点了。啊、哦，对对对，你有讲你有抢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个贵人多忘事，我就是那个贵人，看 我好不要脸哦。好了，我们去打工会战，我们去打工会战。不，我们去打，我们继续打这个，哎、欸，那个，远程圈圈呢？我们继续打去 RTA 啊。明天还要试试炸物，没事啊。这个不过你很瘦不是吗？这个多吃一点，多吃一点。啊，明天，嗯，你说工会吗？工会我都有换啊，有啊，可以住，可以住，可以住。有啊，我都有换啦、啊。你看，是这个还没换啦、啊，因为这个月这个还没换，换完你就会觉得比较像有换了，对不对？这样子啊，我都有换啦、啊，我只有卷轴没换，我其他都有换啊。你肥了？真假的？不是啊。所以你也是跟我一样，那个我们聚会完之后，然后就胖回来了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也是聚会完就直拆？今天有见解吗？可以。都可以啊，都可以啊。你们有想要见解吗？我们其实时间也差不多了啦。卷减半，它减半是永久啊，所以没关系啊。我现在不换，以后还是会减半啊，对不对？你们要见解吗？你们要见解可以啊。有全球服要先见解吗？我全球服先吧，我们全球服先吧，好不好？有全球服要见解吗？7414哦，全球服7414哦。我稍微把符文换一下，不然我等下，不然我到时候耍蠢。
我到时候一定会刷存，如果我符文不换回来的话，我一定会刷存。哼。欸，我是把掉，那我是把哪一颗拿掉了？白痴哦，意志，这样子。欸，现在大家那个风极地四号可以装爆伤哦，大家现在四号的风极地可以装爆伤了，因为现在风极地的这个，现在风极地它的这个二技能，在没有强化效果的敌人的时候会始终触发暴击，所以它群消完之后。他群消完之后，那个攻击基本上必定会暴击哦，打起来蛮痛的。那个大家的风极第四号装爆伤的效果真的就真的不错了。有没有、欸、有没有全球发健检？然后要健检的话，你就跟我讲一下你要干嘛哦。我们全球服先吧，我们全球服先，然后我们就全球服三位，然后那个雅服三位好了啦，这样子。欸，我真的觉得。有一天，迟早有一天，我的那个植栽会是那个什么喉咙受伤哎、欸。你们知道我以前唱歌本来是很好听的吗？就是因为当了老师之后，那个一直用喉咙。对我本来以前号称，我本来以前是号称这个松山林俊杰的、欸。不好，有 JJ 粉吗？不要打我，拜托，不要打我，拜托，我还是不要讲话好了。你要女朋友可以唱几句吗？没有谎话啦，你不要乱讲话，什么谎话？可以唱几句吗？这个不好吧？我现在有植栽、欸，我现在是受过植栽的，我现在喉咙就是整个，因为要长时间使用喉咙。你看我上课要用喉咙，我开台又要用喉咙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这个会时常用到喉咙，所以喉咙都会受到一点伤害，然后又会有老痰。你可能会常常听到我拍影片或者我讲话就有老痰，对不对？这个我看一下哦，林俊杰有什么歌啊？我找一下歌词哦。等一下，那个看台人数就要归零了啦。背对背拥抱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我看一下。什么？挑一首最高的，不要吧？还是你们挑那什么中文的 Despacito？ 我直接那个 RTA 健检组，我们先看这个。哎、欸，等下我再连续是不是？等一下哦，背对背，我会，没有问题，这个简单啦、啊、好不好？那个各位担心看台会受到伤害的，好不好？自己先把那个喇叭关掉，齁、哦。如果你担心你看台会受到伤害，我先看一下你这个 RTA 组，我看到暗仙人了，感觉你就非常适合打一波。嗯，你的包包。你的进度是不是有点新啊？看一下，不对啊，你是不是很多东西都没拿出来？算了，我们用暗星人的速度判断。哦，你的速度，你的这个进度应该还在中间吧？中后就还没有到大后期。那这个的话，我觉得啦，暗星人疯跌，然后风海王、火德、火神秘，或是这个。现在水牛也不错，水牛或者是这个风地狱夫人，风夫人这几只吧。我跟你讲，你最快的两套就集中在谁身上？就集中在这个暗仙人跟风海王身上。然后再来呢，再来我会建议你首选选风爹。然后，你可以去选这个那个风沙漠跟风爹的组合。风沙漠跟风爹的组合就是打一个纯控场。那如果你要打纯控场的话，我想一下哦，
你如果要选风沙漠加风爹，那你可能第五个位置会，我会选这个，我会选火星记。那你也可以选择，我觉得这两个是配在一起的，这两个配在一起。然后另外呢，火德、火神秘跟这个水龙或水牛，这四只配在一起，这四只配在一起。因为如果你使用沙漠的话，你用其他角色就会把它打醒，那就比较不适合了。所以我觉得你沙漠配炸弹，你沙漠配炸弹，然后火德去配伤害角，火德去配伤害角或者是上毒角，这样子吧，你这样打应该就可以了。那如果对面属性没有那么水的话，你火德可以配上这个，你可以火德加火神秘。但如果因为你前面会先压谁，你前面会先压这个风爹跟风海王这两个角色先压，在这两个角色先压的情况下，对面可能不会压那么水，所以你就有机会可以去压到这个什么火德跟火神秘。当然还是以对面为主，以对面为主。水爹吗？水爹是一个速队长，可以练起来。但水爹比较像是这个对面没有对面没有这个冷却角，或者是没有补血角的时候去使用的。我的水爹使用时机啊，给你看我的水爹吧。我的水爹长这样子哦。在这里。我的水爹长这样子，等一下哦。我的水爹长这样子，激怒刀刃。我水爹使用时机就是什么？对面没有出风化博，对面没有出风爹，或者是对面出了火海王，但是他没办法，他开场的冷却必定要给其他人的时候，那我才会压到水爹。就是我又需要速度队长的，我又需要速度队长，我又确定对面冷却不会丢在我身上的时候，我才会去压到水爹。要不然水爹角被冷却的话，其实它的价值就会下降很多了。这是我的水爹哦，给你参考。它的使用时机，它的使用时机你需要稍微判断一下，就是什么时候用，什么时候不用，就是你要去想一下怎么去做一个搭配比较好，就是什么时间点出它会比较好一点点。但这个是需要一点经验的。那我帮你总结就是，对面不能冷，你只要就算对面有冷却角，你只要确定对面开场不能冷却你的水爹，他一定要冷却你的其他角色的话，那就可以用水爹哦。好，你可以干嘛？你可以干嘛？爬地狱塔，爬地狱塔，然后练魔灵打工会去点赞啊，没啦。应该你可以做的事情，如果你问我你可以干嘛，你就做这两件事情啊，地狱塔嘛，就稍微加点拿一点资源啊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我们来看一下林俊杰被拥抱是不是？真的要唱哦？这个各位自己耳塞准备好啊！好了，我们观台前唱，我们唱完观台，我先去全球服还有没有？全球服没有的话，我们就要去那个。等一下，你为什么觉醒？你为什么觉醒水选神啊？你是因为还没有办法？对耶，哦，你先去练三水选神，方包，你先去练三水选神。我以为你可以那个速刷了。你先去练三水选神，对，没错，你的顺序是对的，你做的是对的，先练三水选神。好，我先去雅符吧，我先去雅符。等一下，我去雅符，我干嘛按登出啊？我去雅符，我干嘛按登出啊？那基本上你有按仙人，所以就是打速队了，因为你的包包看起来也没有到很齐，就是看起来也是一个偏新手的我觉得用新手不太好，因为也没有很新的，就是刚可以踏入 RTA， 刚可以冲击金区的环节。PC， 没有我在换伺服器，我在换伺服器，等我一下。
好了，来雅福7414，雅福7414。好啦，怎么样？这个 ID 怎么好像常常看到啊？进攻的防守，我先看看他现在在哪里哦。这个雅福7414，我想要见见的哦。银山哦，感觉可以直接先看后面有什么吧。那、你这个直接喷上去好了啦。我觉得你这个就直接这个啦，火星人啊，火星人水海盗，你就火星人水海盗，然后如果你速度一定接得上的话，水海王加火龙。如果你确定你速度追得上，如果你速度会跟不上，那就这个那就风格吧，多带一个风格。我会觉得你最好的选择就是火星人，然后水海王，火星人水海盗，水海王接在水海王的速度跟火星人差距最好不要超过 10, 最好不要超过 10, 没有伤害没有关系，速度要有，然后去接火龙，去接火龙打两波，就这样子吧，进攻这样就可以了。那防守的话，火星人、不是，你角色都要上六星哦，你角色都要上六星，火星人光派啦，火星人光派，然后火牛棒，火牛棒，火牛跟这个暗人鱼吧，这样子吧。火星人，那不是火星人光派火牛暗人鱼，或者是火星人光派，然后娜娜暗人鱼也可以，就稍微有点磨一点，稍微有点磨一点。但我觉得火牛好一些啦，因为火牛伤害比较高一点。我觉得火牛好一点点，反正火星人光派为主，火星人光派然后为主，那剩下两个位置就是看你要卢小小一点，还是要伤害高一点。你要伤害高一点的，可以选择这种水海王什么的，水海王风化博什么的去打。你要卢小一点的，就用这个水魔岛跟这个暗人鱼这种角色，这样就好了。这是你的榜首，多次 RTA 什么意思啊？啊，这个看看啊，这个 RTA， 等一下，你的 RTA 应该，我想保底也是。才金二，我怎么觉得你应该要金三啊？对，我怎么觉得你应该要红一啊？你怎么看起来保底红一啊？来，你的话嘛，我觉得啦，先看有没有水化博。这个包包好奇哦，没有，没关系。我跟你讲，你先选风二的，有风二。风奥首选吧，因为你有暗奥，所以风奥首选。风奥首选，然后我跟你讲，如果你符文给的够好哦，五奥上去都可以玩，五奥上去都可以玩。先选风奥，然后先风奥或火白神，或风奥或火白神，或者是水仙人，这三只你选两只，这三只你选一只先选，你选一只先选。
基本上我会建议你自己去试试看，因为说实在话的，这一部分你可能要自己去尝试之后，你才知道说哪一个角色你首选会最适合你。那我给的建议是风奥、水仙人跟火败神三只选一只作为你的首选。对，然后当然如果你三只都能选到最好的，三只都能选到最好的，那选风奥是因为它可以去跟这个暗奥做搭配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哦，水仙人加上怎样？水仙人、风奥、火败神、暗奥，还缺一个群消嘛？我们还缺一个群消的话，因为没有水化博，所以你其实很有可能会被水化博 counter。你们想一下哦，我想一下哦，你还有光荣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如果你有光荣，你该不会刚好有？我问你，那个你的医术可以到多快？你的医术可以到多快？查查你的医术可以到多快啊？你的 RTA 暗奥多快？215是不是？那我觉得啦，查查，那我问你第二个问题，这决定一件事，这决定我要怎么教你配对。你常打 RTA 吗？你常打 RTA 吗？或者是你会不会觉得 RTA 每天要打可能15、20刀、30刀，你会不会觉得很累？你会不会觉得你要打二三十刀很累？如果会的话，我跟你讲。刚刚那里有一个玩家给我一个启发，跟你讲，火仙人，暗奥，然后火德，风暴女。光荣，这五只去打。那你要接上的角色呢？是风暴女跟火德。你要接上的角色是风暴女跟火德，不是光荣。因为光荣接不接得上，是看这两只，要看这两只的脸。你就直接打一波，直接一波干下去就好了。你可以215，这绝对可以干到红区。你的光荣速度大概啦，你就选择，你就这样，你就体伤体附属撑速度，我觉得加到100速左右就够了，加到100速，因为你看哦，风暴女会退条不用讲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看这个火德，它其实这个自己回合的时候，它会吸攻条。所以其实这两只角色也有一定的控攻条能力。你的光荣只要速度不要差距太离谱，什么加20速、加30速的话，那绝对接得上。没死残就投降，没错，就直接打一波打到底，不用想那么多了。这是最简单，你可以很快速的刷完30刀，而且我觉得效率蛮高的。以你的这215速的话，我觉得绝对够，绝对不是金二，绝对是红一起跳。这是第一种选择啦，当然我觉得这是我会给你的第一种建议，就是直接速刷一波，因为你刚好有这些角色。那再来的话，就是像我刚才说的，这个水化博，你如果你不想打这种，那你就水化博、风奥或者是火败神这
这三支，以这三支为核心，然后风奥可能会跟暗奥一起出，风奥暗奥，然后风爹，你符文帮我集中这几支。如果你要打坦队的话，除了火败生、水仙人跟这个风奥以外，暗奥、暗奥，然后光奥、风魔阵、风魔阵。风爹刚才讲过了吗？风爹、风化伯，再来，水神秘吧，我就来一个水神秘。其实我觉得这样，你这样打坦队就 OK， 但是我觉得你坦队的阵容并没有像速队那么好，你坦队的阵容很多偏风属性的，我觉得没有像速队那么好。光奥要双音爆，不用，我觉得现在直接那个，现在光奥你就直接暴走反击或暴走抑制，然后摆抗，不用双音爆没关系，暴走摆抗我觉得效果比较好一点，我自己用起来这样子啊，我自己用起来 feel 是暴走反抗比较好一点点。如果你要装双硬爆，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是要面对速刷的，你想要装双硬爆的，你去装在那个火方舟身上，你去给火方舟或者是那个光仙女王，你去给他们一下双硬爆，因为双硬爆插队的并没有那么的要求符文，就是普通就可以了。那这样的情况下的话，就是把符文给这两只角色来讲，就是。第一个，他们平常也用不到；第二个，你也不用给他太好的资源，就只要让他可以插队就好了。水阴阳 RT 要怎么搭哦？水阴阳比较像 counter 选择，它不是一个搭配，它是如果对面或是双方出了很多上状态的角色的时候去反压。但查查，你可以先试试看那个我刚才说的那个光荣的队伍啦，我觉得光荣的队伍应该不错。我刚才就直接被速刷刷爆啦。风沙漠，我觉得可以考虑。你可以用另外一个，你可以用那个三九很爱用的，你可以现在去看三九的台啊，因为三九现在正在开台，你可以去参考他的火瓦、风沙漠、风爹、暗奥，火瓦、风沙漠、风爹、暗奥，然后再第五个一个这个可能，哎，你有火奥吗？我刚才忘记看到了，你有没有火奥啊？哎、欸，你没有火奥比较可惜一点，你没有火奥比较可惜一点，然后可能再多一个风魔阵啊，或者是什么风奥啊这种，我觉得风奥都不太好，因为已经风爹风沙漠已经很疯了，可能会选择什么水仙人这种也可以，水仙人这种也可以，然后你可以去，如果你要玩坦队的，你要玩我刚才说的那个暗奥队伍的话。就是暗奥火败生这种队伍的话，我会建议你练一些 counter 的选择，像是火瑞奇也要组一套，然后水小丑也要组一套，然后风枪手也一套。但基本上这些角色都是不抢符文的套件给他们就可以了。像是那个水炸弹或是风枪手，可能就会选择装一个猛攻符文，然后就直接攻三攻或水丑就是三攻。然后这个刚才讲到的双硬爆意志。的这个光身女王，或者是火方舟，又或者是我们这个什么，我们这个全版级火系这些的，啊，光奥现在暴走的价值真的很高哦。啊，咒者要进减什么？不是、啊、你红二，我觉得我没办法帮你进减的。你红二，你 RT 也金三，你 RT 跟我一样，我觉得我没办法教你什么事情，但我可以看看。你想要问啥？你想要问什么？我们现在了解一下你想要问什么。先看医术吧，我们先偷偷看他的医术。
206、欸、很快、欸、很快、欸、206有点东西啊，你跳水了掉银屁啦，怎么可能，你怎么可能掉银山，你这个随便打哈图路斯，你跳到银山，你是想要虐菜吧？你这个你的速度比我还齐，你就跟你讲，你这个吼，你就水拳王火败生，水拳王火败生，风化博风爹光德无脑上去，你起码都金山起跳，你这五只要上去起码都金山起跳，你的医术还够快、欸。你的医术还很够快、欸，你的医术搞不好比我还快、欸。我没有仔细看过，我没有仔细配过我的医术，但我觉得应该是比我还快的。怎么可能被银山虐菜？真的、啊，你光德的上去就结束了啦。你就是个水拳王，风化博，火败生。风爹、光德、水海王，你还有水海王，我还没有这只，我超想要这只的。你这六只，然后再加什么？再加这个，风暴女，再加风暴女，然后去配两只角色。第一个可能是火星人，然后有没有水爹？有水爹。水爹，水爹就是刚才跟我那套很像，激怒刀刃，反正百爆，百爆就对了，不用什么速度。水爹，然后风海王，你这十只，速队直接刷到金山起跳，速队直接刷到金山起跳。但你有可能会翻，就是你在压的时候就要稍微注意，因为你要去想，就我觉得你如果会掉下去，单纯就只是 pick ban。没有去想过而已，可能你很容易会去选到对你自己不利的状况。基本上啊，光德这个角色，尽量让对面越慢选火奥越好。所以在前面的选角上，我可能会先选水拳王跟风化博，或者是火败生跟风化博。我不会太早把光德压出来，因为光德压出来，基本上。火奥一定会出场。火奥是我觉得这个火奥是我觉得光德最害怕遇到的。我反而不怕遇到风龙骑，因为遇到风龙骑，我不要压风暴女就好了。我的风暴女现在的选角都是在最后一个位置。最后一个位置，对面如果没有压火奥，然后又没有压风龙骑，或这两个只压一只出来的话，我风暴女才会出场。不然我风暴女不出来，然后。你有没有火德？对你还有火德。我跟你讲，你如果想要打伤害，水海王、火德这两个角色是拼伤害一个很好的选择。那我会建议你，你的医术就给到这个水拳王。那我先问你第二个问题，你绝望医术可以到多少？绝望的医术，火败要快吗？我的只有加143而已。我的不快，我的加143。火败的配速吗？火败的配速基本上，风化博快一点，风化博快一点，火败生不一定要快。风化博要，因为183那可以啊，那跟我差不多啊，你就医术绝望给那个光德，然后医术迅速给水拳王，就这样子。然后啊，这其实蛮不错的啊。然后火败生的话呢，这根本就水鬼符文等级的好不好？然后，火败生我自己的配速这样子，我自己的配速是水拳王一速，光德二速，风化博三速，然后，火德，再来是火德。再来是，不对，再来是水海王，
再来是火的，我是从快到慢哦，从快到慢哦。再来是就是水拳王、光德、风化博、水海王、火德。火的跟风暴女差不多，然后最后才会到风，最后才会到那个疯癫，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然后你，然后这真的，我觉得他应该是红区的。然后你的这个风化博跟这个疯癫，如果同时出场的时候，稍微注意一下下，如果你有发现对面会跑得比你的疯癫慢，那你的风化博就先用二技。然后疯跌三技，风化博二技，疯跌三技，然后第二轮风化博再三技，疯跌再转风化博，这是最好的选择。对，配速蛮重要。那你要去观察对面的攻击条，因为基本上你的疯跌都是后面出手的，所以一定有机会去看对方的攻击条会不会比你的疯跌还要快。那如果对面会比疯跌快的角色是谁？如果是像风马这种的话，就给他没关系。但如果是那种会晕眩、会群控的角色，那就一定要先去做退调，这样就好了。我想你这速队直接刷上去，我刚才那个队伍就是什么？就是你的符文到哪里，你就可以直接刷到哪里了。啊，你的这个速度绝对是可以刷到红区的，因为你的迅速，我觉得甚至比我还要快。然后你有一个水海王，我觉得水海王是一个深藏不露的角色哦。那你的那个什么？你的水海王跟火德这两个角色，就直接建议速三攻，速三攻就直接速三攻了。就是你的风化博跟火败生是速体体，然后水海王跟火德是速三攻。不用，你直接打先手，你打先手，金三保底，金三真的保底。你知道光德这角色？光德这角色超级强，光德这角色超级强。你先打到金山，再来跟我一样考虑要不要打后手。对，真的，你要打后手，除非你有娜娜，你有娜娜就没关系了。不然，你的符文先手就是你先速刷到一定程度之后，你再来去想说，哎，我今天要不要来打这个？我今天要不要来打坦队？那你可以先冲到金山，没关系。真的，这个很稳，你这个很稳哦，你的这个数值很稳。你打先手一路跳水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等一下哦，我还不能看到那个 RT，我还不能看到你的那个。我还不能看到你的 RTA 的那个战斗，我觉得你如果会跳水，应该就只是速度没配好而已。对啊，我先切回全球服，因为我们就差不多，我们时间也差不多，我先切回全球服，我看一下我可不可以在那个什么开那个友谊对战，然后去看你的近期对战。我看一下，你可以看你的近期对战，因为我觉得这应该是很稳的啊。观战重播，我先删一下哦，删个谁？看一下哦，小狼，然后。那个作者，你可以进来吗？你可以进来吗？我想看一下可不可以那个，我想看一下可不可以加到你的那个观战，然后我就可以看你用速队了，我就可以看一下你之前打速队的记录了。好啦，那我们应该差不多，我就最后了，差不多了。对啊，打过就可以看最爱啦，所以我要看一下。
欸，不然你打我，不然你进来，不然你进来，然后你打我用速队，你打我用速队看看。坐着，你进来这里。要上，会，我会记得，我会记得。来，你真的在红区？你怎么会在银山呢、啊？来打一场。来，我看你怎么选，我看你怎么打。我用坦队，我用坦队。我看你的速队怎么打，因为其实坦队打速队，我觉得速队的优势真的很大。嗯，被拒绝了。你要配符文吗？好、哦，在这里看到了。水往啊，换风先锋三技命中会因为目标属性相克而增减吗？风先，怎么了？你是受到神秘力量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退出？他一胜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一胜？啊？不懂为什么？那个水海王不会，但风先锋会。那是为什么？他是受到神秘力量吧？啊，你那是受到神秘力量吧？延迟，真假的？试试看，等一下哦，无法点击到的人士，等我一下。OK，你这个是受到神秘力量那个吗？所以其实你可能应该是可以赢的，那只是输给东方神秘力量而已，这样子吗？可以了吧？可以了吧？还延迟吗？没有了嘛？好，蒙吉利，为什么要蒙吉利？我跟你讲，RTA 风极地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为什么要风极地啊？我觉得风极地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我以前也会用，我以前也会用，但我觉得风极地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对，好了，我不抢你光德了。我刚才差点要选光德了。我怎么觉得？对哦，风拳王，我看一下哦。没有那个，风拳王有，对哦，风拳王是不是有改过？风拳王好像有改过技能呢。对，他好像这次有改过，我看一下吧。我怎么是绝望的啊？不是，你有发现一个问题吗？你有发现一个问题吗？我角色超不痛的，你有发现你打起来我超不痛的？你已经打了两轮了，你要注意哦，你已经打了两轮了，
然后我的血量还很健康，这个问题很严重哦。我就不变了。我觉得第一个，你的火德有没有撑命中啊？没中。好啦，你帮我做两件事情。水拳王你换迅速，你拿水拳王当群小角，然后这个我给你参考一下，等一下哦。怎么不能点？怎么不能点？啊，怎么这样不能这样不能加到我的最爱是不是？好，没关系，等一下啊。你帮我做几件事情。第一个，你帮我把火德跟水海王定位成伤害类型的角色，就像是我的火德符文长这样子。我直接迅速，然后爆伤型的，然后有速度，基本上他是要接在谁？他是要接在光德跟水拳王后面出手的。火德，你撑一点有伤害的火德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你直接速上攻也没有问题，然后再来，水海王也是会跟他的符文类似，然后水拳王大概长这样子。我相信你的符文要撑到这样绝对没有问题，然后绝对要有命中。你的二技能加上魔矿，哦，至少好不好？至少有70命，至少要有70命以上。你作为群小角，光德也是一样。光德跟水拳王是你这个队伍的启动核心。风化博是二把手，风化博的二技能是你如果前面两个都消得很烙赛的话。暴走绝望什么意思？暴走跟绝望不能一起装哦，暴走跟绝望一起装，我就要检举你了。当然，除非你的水拳王啦，除非你的绝望也可以190速，那我就觉得你可以考虑。不然我就觉得啦，你一只快一点的水拳王，200速一速水拳王，然后那个风极力直接不要用没关系，风极力用不到没关系，因为我觉得风极力这个角色，如果你要用也可以。你要用风极力的话，那你可能后面就要接第一个，你风极力的4号一定是爆伤符文，一定是爆伤。那如果你要用风极力，你基本上你会打的是什么？你会打的是，我可能会变什么？我可能会变成水爹、光德。风极地双消了，风化博、火德、风化博、火德，我可能会这五只。哦，对，火德也可以选，但是我的火德是当做纯打手，对，我觉得你的问题应该是在你对于速刷队伍的这个理解。我就是对于理解问题，要不然没有道理。你那个伤害打下去，我觉得差距有点大。就是不包含火德，你前面那几次打起来，其实伤害也蛮不够的。然后命中很重要，那你会最怕的是谁？你会最怕的就是火奥白人民，你就是怕火奥。对，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这样子吧。你就帮我改一下。先回到金山，你就先打回金山。我们这一季先结算金山之后，你可能打下一季，你再打半个赛季以后，你对于速队开始很熟悉以后，
再来打坦队，因为你有，因为你有光德这角色，你就有一个很好的基础了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你去打一，你先打一个速队，然后在后面你了解速队之后，你就知道你要怎么打速队，你就会知道你要怎么打速队。就你先打速队，然后你遇到你翻车的场次，我觉得回去看，回去看，回去看你输的比赛。可以去很快的判定你有没有哪边的操作失误，就是如果你想要变强，最快的方式就是去回顾自己的一个 pick band 这些之类的。对，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开到这个地方，啊，要唱歌是不是啊？真的要唱歌哦，真的要唱歌哦。那我看一下，那我们就唱背对背拥抱好不好？哎，真的是，就刚才那个有人说背对背拥抱嘛，好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各位要离席的自行离席哦。这个晚上了，12点了齁，真的，这个好不好？ 12 点了齁，自己注意一下。那个真的要听的喇叭不要开太大声，这个小心你的耳朵，小心让你的家人受伤齁。点一下，看一下。